歡迎大家回到耀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，來到是午間總結，我是謝美琪。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A 股方面今天的收市表現。上證半日升了超過 5%， 今天最高位見過是3959點，差點就點就是4000點的關口了。但見到最新都是收報在3900點，深證成指都升接近 5%， 收報是12032點，滬深300指數升接近 6%， 中午收報在4123點，自創業板指方面都升超過 4%， 收報在2535點。同我們分析 A 股方面的有我們的事務總監郭思智郭 Sir， 跟郭 Sir 談談內地方面的最新情況。郭 Sir 你好。是你好。看到就是內地股市方面繼續有個大力的反彈，借勢就上回去3900點之上，還差點挑戰4000點。看回保險股方面的配合個別股份的情況，看到黃金、環保等等概念的股份可以說整個板塊全線漲停，銀行和保險也大升超過 6%， 兩市加起來其實有近1300隻股份是漲停的，情況非常厲害。郭 Sir 怎麼看 A 股今次的大反彈？報復性的反彈，因為阿爺做了這麼多事，包括行政、財政、各方面的配合，一定會有個反應的。如果你話嚟到而家呢刻，你再去做空頭嘅話咧，真係自己攞嚟衰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反彈過後咧，絕大部分嘅投資者咧，可能嘅心態咧都會係比較係持平噶啦，唔會話好早前咁樣，哇！股市再升啊，再嚟啦，又再湧落去啦，大手數啦，唔會噶啦。第一又係話咧，喺早前嘅不斷上升咧，係因為融資過度啊嘛。譬如100萬喺券商度買400萬貨。或者買500萬貨，買600萬貨，咁啊呢個咁樣啊不斷咁樣嘅融資嘅購買咧，對個股市造成好大嘅刺激嘅，亦都一個好龐大嘅推動力。但係除咗券商之外咧，更嚴重嘅就場外嘅孖展啦。咁啊嗰啲咧就情況就比較嚴重嘅，因為第一冇規範去買咩股份，譬如咁100萬買300萬，買400萬，買500萬，可能買啲創業板啊，買啲細本嘅股票都得嘅。咁啊當然知啦。一路上升的時間咧，各方面都受惠噶。買嗰個又賺錢，借俾佢嗰個收利息又賺錢。咁啊，券商生意做大咗又賺佣金，即係大家都係好享受股市越升越有嗰個節奏嘅。好啦，到後期一旦逆轉嘅時間咧，好多問題就衍生啦。因為咧，你買嗰啲咧冚唪都係非成分股，一旦跌起上嚟冇承接噶嘛。咁啊，問題個投資者。佢嚟100萬，佢買咗400萬、500萬，我到佢自己100萬本金輸曬啦，但係嗰首貨仲喺度噶嘛，按咗俾券商噶嘛，咁券商我唯有斬啦，斬得到嘅就梗係冇問題啦。喂，咁斬唔到又點咧？係咪？因為全民皆炒嘅時間咧，涉及嘅嗰個數字咧係天文㗎，係天文數字嚟㗎。尤其是由5月8去到6月12呢一陣嘅上升咧，成交金額咧喐親都2萬億以上，成個月喎，唔係一日喎。咁你諗下咁龐大嘅頂層嘅累積嘅蟹貨，捱到而家呢一分鐘，能夠都仲係捱到嘅，一定唔係做孖展或者有能力保孖展嘅啦。但係有唔少咧，根本上就保唔到孖展，或者冇嗰個能力去保孖展啦。簡單啲講，就被腰斬。咁呢啲咁嘅人踩人嘅情況咧，就令到咧上證指數咧跌到咧根本上唔可以理喻噶。咁啊，但係。在個低位上嚟咧，亦都有啲政策不斷扶持。嗱，琴日線位見過3373點，咁去到今日咧，已經係升咗頭搭尾都成20% 噶啦。咁啊，從一個走勢上嚟講咧，應該有個斷定嘅勢頭噶啦。即係話由5178點嘅下行咧，可能咧已經係揾到一個技術上嘅支持噶啦，揾到噶啦已經。咁啊，就算往後啊升唔到都好咧，最多就喺呢個區間裏邊咧上上落落啊，升啊升唔多，跌跌唔多。即係有波幅冇升幅，有反彈冇大升嗰只，咁啊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喺而家呢刻嚟講咧，大家咧要有一個心態就係話咧，成個 A 股咧係會暫時結束咗一浪高一浪嘅形態，取而代之咧係會進入一個咧比較持平，甚至乎咧喺一個區間裏邊咧整固上落嘅，唔係一件壞事嚟㗎，反而我覺得係一件好事，因為大上大落咧。其實對很多投資者嚟講都不知點樣跟法，好似而家衝高咗之後咧，我不相信內地嘅投資者咧，仲會再抱住咧早前嗰種心態，哇！再升啦，再嚟啦，唔會噶啦，即係睇定啲先，睇下你係唔係真係嚟先。
哇，甚至乎咧有啲行咗上嚟嘅，啊輸贏唔大，不如都係咁啦，趁機會減一減持啦，等到自己唔使綁得咁重啦。咁即係話咧個升勢一定係受規限噶啦。咁啊，我自己覺得咧 A 股咧就喺未來一段時期咧都會喺一個整固區間，升啊幾百，跌又幾百，慢慢咧就喺呢度咧揾到個底先。咁從一個中線嚟講咧，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噶。任何股市嘅調整，最緊要就係揾咗個底先啊嘛。當你揾咗個底嘅話咧，一切就好計數啦。最驚就係咩咧？第一個底出咗嚟咧，第二個可能會再出嚟，第三個又可能會再出嚟，都唔知邊個係個底。咁你諗下啲投資者或者資金入市嘅態度，有乜可能會進取嘅啫？係咪？咁啊，由低位上嚟，其實都係琴日嘅低位到今日嘅高位咧，其實升咗唔少噶啦。咁係。千幾隻股份係漲停，因為咧過去跌停得多啊嘛，跌得太過犀利啊嘛，咁而家有反彈嘅，梗係漲停啦，10% 咪漲停咯，用乜而漲停啫？係咪？咁啊，但係連番嘅漲停咧，並不代表新嘅升浪嘅開始噶嘛，只係話咧過去一段時期咧係跌得比較快，跌得比較速，所以股價咧喺低位咧喺嚴重超賣之下咧係有個技術上嘅反彈，但係反彈之後都要睇政策，都要睇。嗰、那個估值噶嘛？如果你以往係講緊100倍市盈率，啊跌到落去咧得翻50倍，而家升翻上嚟啦，咁又上翻去60倍、70倍市盈率，咁你都仲係高噶嘛？係咪？所以咧，對一啲細盤嘅股份咧，我就真係咧覺得咧，大家就暫時觀望比較好啲。咁至於你話內銀啊、內險咧，反為問題唔大喎。阿爺有政策去扶持嘅，就啱啱好就係扶持內銀、內危險呢兩個板塊。咁啊，所以就算內銀有少少反覆咧，都暫時嚟講唔會跌得太過唔似樣嘅，因為毫釐兩毫子嘅波動一定會有噶啦，因為場入邊仲有好多衍生工具噶嘛。但係最緊要咧，就成個金融體系咧一定要穩定落嚟，呢個就好關鍵啦。如果連內銀啊都出現咗一個不理性嘅拋售咧，老實講，國民嘅信心咧就自必然會受打擊噶啦。好在呢兩日咧，都內銀嘅走勢咧都係比較穩定噶。升就唔會升太多，呢個好老實講，上一陣浪人都唔係升得太多啫嘛。咁至於因為 A 股啊斷定咗啦，所以保險股咧亦都有略略嘅反彈，好似中人壽咁樣，佢揸住唔少 A 股投資組合喺度噶嘛。但係而家呢一分鐘3000多點嘅 A 股組合同5000多點啊，梗係爭一個天一個地啦。所以我覺得咧，中人壽嘅股價咧都係暫時嚟講，起碼暫時係處於有波幅而冇升幅。有反彈，不過冇大升嘅形態之中嘅，可能上翻32.0啊，33元都唔頂，但唔會行得太過遠咯。調翻轉頭跌，亦都唔會跌得太多啦。因為 A 股我唔相信咧會再好似咧早兩日咁樣跌法噶啦，因為最恐慌嗰一下咧，其實我諗啊應該過咗去噶啦。咁港股嘅情況應該會跟隨做好啦。咁見到今早啦，就係恆指高開之後啦，都繼續向好啊。咁啊，中午啦收報喺24,910點，計波幅都升超過2%，升咗517點。咁啊，至於國企指數方面咧，都升超過4%啊，升493點，收報喺11,939點。大市成交半日有1052億。港股情況又會唔會跟隨 A 股樂觀啲啊？老實講已經反彈了很多噶啦喎。如果你相對今朝的高位嚟講咧，同琴日嘅低位，即係星期三嘅低位咧，已經2000點噶啦。咁啊，反彈2000點，我覺得係差不多噶啦。咁啊，技術上個市咧，亦都回補咗星期三位攞落嚟嘅下降裂口，同時期咧，亦都係啱啱挨緊翻上去250天線阻緊嘅水平。不過最緊要嘅、最關鍵嘅都係條10天線，暫時嚟講，因為指數一日未能夠成功翻翻上10天線樓上咧，唔算初步嘅斷定嘅。咁啊，當然知啦。經過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嘅連番嘅下跌咧，其實要沽嘅咧都沽曬㗎啦。唔沽嗰啲暫時嚟講係持盈保泰，但係有部分嘅都可能咧上一次跌得太過快，嚟唔切沽，嚟到而家呢刻咧就考慮咧係減持啊，或者著量回套啦。咁啊，剩翻落嚟一啲投資者，如果你係錯失咗早前低買嘅，嚟到而家啦，佢亦都未必會追落去嘅喎，即係大家個投資嘅信心咧係有少少係放慢咗嘅啦，而投資嘅意欲咧，亦都係因為咧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呢3日嘅下跌咧，暫時嚟講咧都係有待恢復嘅。不過當然知啦，市況咧如果喺24,000啊、25,000啊整固咗落嚟，譬如咁啊2個禮拜或者耐啲咁多咧，大家感覺得到最壞嘅時間過咗去，呢一個係個底嚟嘅話咧，
咁個投資就會慢慢慢慢變翻積極嘅啦。咁啊，股市從來冇話咧啊，我要買到最低，我要沽到最高嘅，冇噶冇噶，因為好難做得到噶，只能夠講話咧喺最低同最高中間嘅波幅裏邊，如果你能夠喺呢個波幅裏邊係賺到錢咧，就已經相當成功噶啦。咁當然知啦，去到後一個階段，如果扯高咗上去，一定有啲資金咧係高追噶，咁嗰下咧承擔個風險就會比較大啲咁多。我總係覺得咧，28,000啊或者更加高追咗落去嗰啲貨咧，要捱到落去呢個禮拜嘅低位22,836.30幾點咧，其實唔係容易捱噶，除非係自己錢，但係就算自己錢，呢個過程都係相當痛苦噶啦。如果做孖展嘅，我相信一早已經被腰斬咗噶啦。好，唔該曬郭 Sir 啦。咁對於就係內地股市同埋中喺香港股市方面嘅最新嘅分析啦，呢節時間都差唔多，同你做翻申報先啦。提及過嘅指數嘅相關資產，自己有冇持有啊，郭 Sir？ 冇嘅。唔該曬，我哋先休息一陣。咁啊，12:55繼續有耀財財經台嘅直播環節，午市第一擊，再見啩。